前逆境得以扭转。未了解怎么抱乐观心态，可参考半杯水的哲学，便会懂得失取决于看待杯装水半杯。咁有興趣揾我上嚟練舞啊！張勤保拙啊嘛，我唔想俾個助教睇死啊！你話明醫生啊？人哋都算係咁噶啦，做助教咧冇錢噶，仗葉芒朋友嘅啫。你好似好熟佢咁喎，啲同學仔講嘅，佢哋大部分咧都係佢美容院啲客嚟嘅。我冇興趣知佢啲嘢，我淨係唔想再俾佢喺堂上燒我手腳失調。咁我都想練熟啲，等佢可以上堂嗰陣時揾我出嚟做示範啊嘛。喂，我哋练跳舞咋，你唔使开到咁大声嘅，生细声啲啦。诶，咁可以 high 啲啊嘛。你跳男舞，我跳女舞啊。喂，我啱啱学咋，啲女舞我都未记得熟，何况男舞。嗱，阵间踩亲你，你唔好赖我啊。一练啫嘛，又唔系表演。睇呢个咧，系咪咁样 ？OK， 系唔系？系咁样，系嚟嚟嚟，跳好一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六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冇嘢嘛？系，冇嘢，我去嗰边先。得啦，小心啲，慢慢。得，使唔使睇医生啊你啊？我谂我冇热身啫，我条腰不嬲都有啲事噶啦，我听我睇医生得噶啦。你第个电话俾我。你小心啲啊！哎呀。轮鬼尽啊你！打医生度约个时间先。哇，做乜坐成咁啊？我腰骨痛，唔使同你补补噶系嘛？腰痛，上次上堂嘅时候我同你做足热身噶喎。抌我大便堂波中咗个。咁即系唔关上我堂事啦。放心，我唔会屈你汤药嘅。腰骨是大阵嚟噶，好睇住啊！睇下介绍医生俾你啊！多谢喎，我惊你啲医生朋友物以类聚啊，啲水平同你教跳冇咁上下。我有相熟嗰只医噶。系边位啊？啲医生你识得晒啊？净系你公司楼上都有十几个啦。我咪公司楼上啲医生我真系识好多嘅，唔会咁巧系唐医生啊？你识唐医生？我大学嗰阵咧，唐医生系客席教授嚟嘅，我上过几堂嘅，到而家大家都 keep 住系好朋友。咁大力朵有冇折头？有八折，但系我都整容咗。唐医生你真系好劲啊！俾你拉一拉啦，我成身都松晒啊！如果真系咁劲啊，你唔使三个月先至出现一次啦，啊，仲要扭伤先至嚟。系啊，我最近比较忙啊，所以你嚟唔嚟唔紧要啊。至少你要聽我話，喺屋企啊，做下啲伸展嘅運動啊 ，keep 住下。你有冇做啊？都有嘅。你手啊，掂唔掂到腳趾啊？仲有啊，你屋企嗰個電腦 mon 啊，個高度唔啱啊，有冇換過啊？我想環保啲，等部 mon 自然死亡先換。咁咪要睇下你條腰襟啲咧，還是個 mon 襟啲啦？唔該曬你，唐醫生。你翻屋企，摺喺枕頭底啊！摺喺枕头底就有用噶啦，至少你戚几条筋想做护腰运动嗰阵，咪照住做咯。唔该晒你，唐医生。下次扭伤先见啊。梅医生到你啦。哦，唔该。你又嚟咗咩？做医生都系睇医生嘅啫，唐医生系咪好厉害呢啲手势？佢啲手势好，我不嬲都知噶啦。但我啱先发觉咧，佢果然系你教授，佢同你同出一辙。点解？同佢講嘢好似同你講嘢咁，就係想一拳擲埋佢。幾好啊！你條腰骨又健康，啊弧度又正常，證明你坐姿、企姿樣樣都正確。你以前成日都教我哋噶嘛，行路永遠都頭頂天、腰挺直，我到而家都記得㗎。如果個個都咁聽醫生話，啲病又唔使咁難醫啦。你係話頭先嗰個病人井橋啊？佢係咪好大問題啊？而家就唔算嚴重，再老啲咧就好難包啦。佢咩事啊？点睇啊？即系骨移咗位喎。嗯，系长期坐姿唔正确引致劳损，
又唔聽話，平時咧又唔做運動去改善。哇！咁鄭橋條腰骨又幾嚴重？你唔似當鄭橋咧，好似鄰居咁簡單啊！我識佢前夫嘅，不過呢件事我都係翻嚟香港之後先知。你識佢前夫同關心佢咁有咩關係？佢哋分開多多少少同我有啲關係。好耐之前我仲住喺加拿大，平日中意上網同唔同地方嘅人傾偈。有次因為搬屋，所以揾咗好多室內設計嘅資料，仲成日上網同人討論。結果認識咗個網名叫做香港人嘅網友。我哋周不時喺網上面傾偈，由室內設計傾到唔同年代嘅玩具，甚至唔同地方嘅飲食文化，好啱傾。有一日，佢居然講起自己嘅私人問題。我而家喺感情嘅交叉點上面，唔知應該點做，希望聽下啲客觀嘅意見。好啊，請講。我唔想喺網上邊來來回回咁打字回應，可唔可以開個 view cam 傾下偈？冇所謂，不過唔知幫唔幫到你喎。Hello， 你好，香港人。唔好意思啊，唔怕阻住你食嘢啊嘛。唔緊要，有小事嚟啫。有咩可以幫到你？簡單嚟講咧，我有一個家庭，有一個好愛我嘅太太。但系最近我身边出现咗一个女人，喺我感情生活上边带嚟好大嘅冲击。夹喺两个女人之间，我觉得好迷茫，我唔知点做。嗱，我又唔认识你身边两位女士任何一位。其实讲真啦，严格嚟讲，我都唔系好认识你。不过咧，你嘅处境咧令我谂起一套戏，呢套戏叫做《追魂交叉路》。一个好老公同埋事业更上一层楼之间度徘徊，佢身边嘅人咧就问佢：，佢如果你为咗你太太而放弃咗目前嘅嘢，当你第日谂起嘅时候，你会唔会调翻转头怨佢？其实你已经俾咗答案我啦。作为一个局外人咧，我会咁讲啦。当你自做唔到决定嘅时候，你只能够凭感觉去行。我真系时候可以面对现实，承认我唔系一个好嘅老公。多谢晒你提点我。虽然佢多谢我，但我真系唔觉得我做嘅一件好事。之后呢个人咧，再冇喺网络上面出现，我跟住冇几耐都翻咗嚟香港。直至到有一日，我喺我家姐屋企见到呢个网友张相，原来佢真名叫 Edmund。他最後選擇離開他太太，跟新的女朋友在一起，被他離棄的太太就是鄭橋。所以你呢覺得對他不住？我一句閒話而已，就搞到一個女人的世界變天，我有什麼辦法不內疚？哦，這個責任應該是由他老公去背負的。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心好過一點而已，其實我都沒有幫過他什麼，到目前為止我所做的事全部都是我能力範圍以內的事。那你望都望下鄭橋早日找回他幸福了，如果不是這個包袱，你都不知道背到什麼時候。既然他的幸福跟你有莫大的關係，那不如想法子跟他改善他的大陣先。例如呢？第一步就想法子勸他換了家裡的電腦螢幕，因為那個螢幕太低影響他的頸椎。不好意思啊，啱啱煲咖啡，咁啊啲咖啡糖啊用曬，咁啊姐，咁又話冇喎，睇下你有冇借啲用啊？哦，喂，你小心你煲咖啡，入嚟啊。Thank you。小心啲啊，我今朝先拖咗地㗎。OK。哇，咁夜仲做緊公司嘢嘅，應該俾個勤工獎你喎。我哋有個珠寶大賽啱啱公布咗結果，我想去觀摩下啫嘛。哦。小心你煲咖啡啊。OK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，我倒死呢咖啡，我唔小心 ，sorry。哎呀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，有冇搞错啊？哎呀，我帮仲使要嘅？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我赔翻俾你啊，我赔翻俾你。你赔啊？
咁啊，我部同你呢部換咗嘅，你呢部我諗都用咗兩三年噶啦，我部咧翻香港先買嘅啫，全新嘅。我都叫你小心啲噶啦，你咁撚盡嘅真係。啱啱撞到，你快啲過去攞過嚟啦，仲講，今晚要做嘢噶。 新縮鼻嘅mon，我只衣叫我換咗好耐噶啦，不過舊嘅未壞，我唔捨得噶。啊，真係清好多噶嚇，貴嘢唔同啲嘅。嗱，人同電腦mon嘅距離咧，要有一隻手臂嘅距離。嗯，我同你教啱咗噶啦。得啦。滑鼠要靠近個身嘅，如果唔係咧，你隻前臂好容易會因為伸展過度而造成勞損嘅。 仲有啊，唔可以長時間對住部腦嘅，適當嘅時候要停一停，做啲伸展嘅運動，以免筋肌勞損。你啲醫生個個都同一個模出嚟嘅，都係咁嗰個。又覺得點啊？張凳係咪矮少少咧？送佛送到西啦，幫你換埋張凳。 好正喎，多謝喎。鬼叫我欠你嘅咩？哇！做咩今日咁多人嘅？佢哋全部都係名醫生啲客嚟㗎，今日特登嚟捧佢場。啲女人咁做乜鬼咁中意黐埋佢？我唔理，我要你做我 partner 教我。好啊好啊，睇下點啊，睇下Mark點安排啊。阿Mark嚟啦。好，搞好啦。喂，Simon，各位同學。 誒記唔記得上一堂嘅舞步先？咁啊，各自揾一個 partner 練翻上一堂嘅舞步。啊，有幾個新嚟嘅同學，你哋都揾 partner 嘅喎。咁啊，你兩個 pair 啦，萬事好易跳嘅咋。嗱，你兩個一 pair， 咁啊，我帶住你啊，嚟。鄭小姐，點啊？今日我有個特別任務交俾你做。 我平時觀察你跳舞咧，發覺你條腰咧柔軟度不足啊，所以今日咧我希望你做一啲練習，令到條腰可以軟啲。咁即係點啊？嗱，跟住落嚟我會教你做個動作，你要即刻練嘅話，你睇住啦。當你手指掂到腳趾公嘅時候咧，就係時候我要開始跳舞啦。我哋學跳社交舞啊，你又叫我做柔軟體操。我覺得你有需要啦。咁佢咧，你唔叫佢做？ 合格，咁我可以跳舞啦。明医生啊，够钟落堂啦，我哋一齐去食饭啦。啊，去啊，去啊，去！吴医生啊，去。够钟落堂啦，下一堂先学啊。如果下一堂你嘅手仲掂到脚趾公嘅话，我换衫先。我哋又去换。 今次嘅情況都幾好，條腰嘅柔軟度咧明顯比上次有啲改善。唐醫生啊，如果我以後勤啲練習同埋嚟復診咧，我隻手係咪隨時都可以掂到啲腳趾㗎？當然啦，其實呢啲係好簡單嘅事嚟嘅啫。咁以後就算幾忙，我每個禮拜都抽兩日時間過嚟。忽然間又咁得閒咧你嚇？因為我好想學識跳一隻我好中意嘅舞，同埋要跳得好跳得靚。呢個態度就啱啦。 嚇，個個學你咁合作啊，啲腰病啊唔使拖得咁長啦。係啊，我出去同姑娘約時間，唔該曬你，唐醫生。
記得做練習啊！啊，我知道。好啦，大家休息一陣先嚇。鄭橋，今日遲咗啲喎。係啊，我啱啱去拉鬆條腰先嚟嘅。我而家可以學跳舞啦。睇嚟你喺屋企都幾勤練我教你嘅動作喎不過就不過咩咧？不過條腰啊鬆咗啲，但係你啲筋骨仲未係好靈活啊！我諗你都要做下啲熱身。點樣熱身咧？過嚟。嗱，睇住我嚇，鬆下條腰先。好嗱，盡量咧將手咁樣帶，呢度拉住佢，向前一步，跟住擰翻轉頭。系啦，唔使擔心，幾好啊！嗱，每套動作做十次，做完你話俾我聽。喂，我係咪一定要聽你嘅吩咐嘅咧？阿 Mark Sir， 我要投訴呢位助教啊！我哋學跳舞噶嘛，佢就點我做埋啲咁嘅體操，抌我波中。佢教你做呢 exercise 咧，為你好嘅啫。咁如果你條腰因為跳舞而出問題咧，我哋學校要負全責噶。嗱，佢做呢啲嘢咧，就全部為你着想嘅。咁若果你仍然咧覺得好唔滿意嘅話咧，要轉其他堂，我都 welcome 嘅。好，忍你。完曬㗎啦，可以學跳舞。唔錯啊，你同其他人記住先。嗱，其實跳舞咧好講求呢個步速、步距同埋出步嘅方向，當中咧係好要求呢個時間嘅概念㗎嚇。嗱，好似速度上面咧，成日都會轉變㗎喎，好似咁樣有時會快快慢，快快慢。啊，咁多位同學，嗱，大家跳得非常好啊！今堂到此為止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唔好意思啊，要趕下一堂啊，我哋下次繼續。希望下一次你嘅手仲掂到腳趾公嚇。晶晶姐，係你哋嘅飯盒。Thank you， 食得啦，喬。點啊你啊？唉，好少可翻緊工都疑船就冚走過嚟揾我食飯嘅喎。我唔嚟同你呻下，我會谷死啊！點啊？又俾阿明醫生激親啊？我都唔明佢點解成日要啄住嚟窒我噶？係，聽你咁樣講，佢又真係幾變態喎！你都覺得啊咧？雖然我唔知你做咗啲乜嘢，踩親佢邊條尾，佢又咁樣對你，但係其實你唔使忍佢噶。最弊間學校係以補償性質俾我去上堂啊，咁我費事搞大佢啦，同埋個負責人都係好人嚟噶，有冇計啊？冇咯喎，間學校變相佢有份投資嘅。你又真係奈佢唔何，除非一係轉學第二樣嘢咯。但我真係好想學識跳嗰只梭羅河畔啦。就係因為中學舞會一件事啊。嗰次我第一次俾男仔請跳舞，又係我人生中第一次嘅浪漫。我真係好想學識跳嗰只舞，然後喺梭羅河畔嘅音樂之下，重温嗰種感覺。到此為止，咁啊下堂準時再見啦，拜拜。哇 ，Mandy 你件衫好靚啊，係啊，跳起舞上嚟啊，成隻蝴蝶咁啊。係啊，其實我哋練舞咧，著件靚啲嘅舞衣跳啊，零舍有信心嘅。你喺邊度做嘅啫？我個裁縫做㗎，你想做啊？我帶你哋去啊。好啊。走啦。喂，跳一跳，我哋又去咯。我一步都未跳過，學咩人做衫啫？你同我哋去。咁我哋收下料，睇下佢做衫做得好唔好啊？拜拜。拜拜。喂，等埋我。飲完水啦。又想玩咩啊？練習你就做完啦，係時候開始教你舞步。而家？上幾堂都冇教過你，你落後好多噶啦。
再唔補鐘追翻咧，追唔到噶啦。留堂跳舞，願唔願意啊？只要學得識隻舞，留幾耐都制。好，一、二，橫下，再嚟啊！一、二，橫下，好啦，而家輪到你上嚇。一、okay. ，哎呀，唔緊要啊，再嚟嚇。好，準備，一，哎 ，sorry， 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再嚟嚇。好啦，我哋氹啦，不如好 ，OK， 一 ，sorry， 唔緊要，再嚟嚇，氹啦，氹。有些人对住佢会冇晒自我，有些人对住佢会好自觉。对住明世安，我会每分钟都喺戒备状态。咁系咪好事嚟咧？命运常幻变，高低难预算，活着难预测，天降雨。慳電膽的能源效益比一般的烏絲燈膽高出70%至80%，而使用壽命亦都長10倍左右。咁轉用慳電膽咧，就可以輕輕鬆鬆做到節能同埋減碳，支持可持續發展，我哋都可以幫到手嘅。